缺乏父爱的女儿，青春期容易。女儿在六岁前如果缺乏父爱的话，那么进入青春期之后会容易如何？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后来我是同时交很多个男朋友。你会更需要被爱。六岁是一个关键。他就是说六岁以前嘛。所以就是同时交多。你干嘛？人家不喜欢你这种大叔，你在生什么气？喜欢我嘛？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